丝面包蟹不会做，我今天来教大家啊。首先准备切好的蒜末啊，放上啊，放上香醋，少放一点啊，然后蚝油少放一点，少放一点蚝油啊，然后放一点点啊，放一点点生抽，少放一点啊，然后呢，把提前泡好的粉丝啊放上面啊，然后把这个搅拌搅拌，搅拌均匀的铺在上面啊，直接上锅蒸，蒸个10分钟，然后这个就是非常棒的做法，口感特别棒，放上香菜，想吃来我直播间不？